years globally, and we hopefully, and we do, have talked about the very general, very big picture, very mi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field part. And we hope that through this kind of the forum, we could forge a more established, more strengths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different the worlds, and we could get our wealth not only the physically, but also intellectually more wealthy. So that is the reason, the mission we carried.那我们也接下来我们下面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赞助商来为我们这场盛事共襄盛举来支持我们。我们也得到了嘉华置业王菲地产团队的 Master Choice Realty Inc. The Fei Meng Realty Team's Great Support。那同时呢我们有得到了广告赞助 CU Trip 逍遥旅游的赞助。那我们的这个晚宴呢应该像我说的我们有丰富多彩的这个晚宴，不仅有表演还有我们的这个抽奖。那我刚刚看到了我们嘉华置业的王菲地产团队的负责人王菲先生也赶到了我们的现场，有请我们的王菲先生 on stage to share a few words with us。大家下午好，我叫王菲，不好意思，昨天晚上航班被关在飞机上两个半小时，所以到多伦多的时候两点半了，所以来的有点晚。那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然后呢也祝贺我们家中经贸文化协会的活动啊圆满，获得会圆满的成功。然后呢那这个我是嘉华置业的地产经纪，全职的地产经纪。然后呢除了做这些住宅以外，其实有做不少的商业。那个熟悉业内的人应当会知道，那个 Master Choice 跟 Master Trust 还有很多家的公司现在都被 REFO 集团去兼并。那2023年的这个年度里面的话呢，公司的秘书已经告诉我，整个我是商业地产的第一名，跟整个销售 REFO 集团的销售的总业绩的第一名哈，透露一下，谢谢。所以，可能刚下飞机啊，有点紧张，然后呢，就是在这里的话呢，我一直那个周会长跟这个真诚是我好多年的老朋友啊，至少我们都超过认识接近20年了哈。所以从 New Market 到这个多伦多，到我们走入这个家中经贸文化协会，那去年我也是一个小小的赞助商，那今年我们这个曾会长一说的话呢，那肯定是义不容辞，一定要来见一下大家，一定要来支持一下。那希望我们那个接下来1月21号的那个，我刚刚好是1月20号回多伦多，因为24号离开多伦多去中国，然后呢1月21号第一天就会来参加周会长的家中经贸文化协会的那个叫什么这个庆祝晚会。谢谢大家。谢谢王总啊，给我们的这个大